6月22日凌晨，瑞斯成员张颜齐在微博发文谈饭圈文化，表示艺人也好，粉丝也罢，我们都是构成饭圈文化的一份子，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才能打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。还说道，私生这个词对于艺人就像伏地魔，人人都知道它的存在，却又不愿意被提起。但是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应正视这个问题。我始终觉得个体造就了环境，环境影响着个体。如果每个人都能站在自己的位置，为环境做出一点点自己的贡献，说不定就能有所改变。一个人肯定无法改变环境，但是一群人肯定可以。如果不行，那一代人呢？私生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，找到自己生命中更美好的未来。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，但是没有人有权利去干涉别人的人生。喜欢一个人，崇拜一个人，本就是美好的事。我期待有一天，我们都能自豪地说，我是饭圈的一员，请和我一起努力吧。并在文末结尾写道，本文仅代表张颜齐个人观点，粉丝看到后纷纷留言表示，好，会和你一起努力。你说的对，宝贝，我们也会一直尊重你的意愿，一直支持你的。